为了让更多社区内底时段拢有机会参加社区的活动，兰丁社区发展协会今仔日将课程由到鼓励活动中心较远的所在进行。理事长表示，这个所在鼓励社区活动中心有较远，所以这块时段较无法度来到社区甲大家做伙活动，因此决定办理安尼活动，让更多时段拢能接受到社区的照顾。一般社区照顾课程拢设伫个活动中心内，但是对横头路的长辈来讲，都无得随时享受着安尼照顾。为着让大家拢当受惠，身为社区发展基金的兰丁社区，决定办理课程下乡。台西这个动作，动作放慢，慢一点就好，慢一点就好，懂吗？做二十个了，跟你上二十个了，就帮我换卡。咱山岭八公啊，这个所在吼，嘛属于咱南电力啦吼。啊，因为咱活动中心的所在吼，甲咱家是一个一段距离吼。啊，另外一个部落啦吼。啊，遮个时段吼，拢较无法度去到咱的活动中心遐参与咱所有的课程啦，也是咱的用餐的部分啦吼。啊，我就是把他这个激励的课程，也是讲咱的凉水鸭的活动吼，我家己过来这边。好，这边的咱的时段吼，拢会当来参与这个活动安尼啦吼。而且我今仔日吼，就设计一挂吼较激烈的课程，吼啊来予时段运动，吼啊今仔是头一届哦吼，啊等下吼应该会做侪时段吼会来遮参与啦吼。啊，我希望讲吼，这个借过这个活动吼，予咱遮的时段吼，搁较踊跃的吼来参与咱社区的一挂活动啦吼，一挂迄个计划的活动啦吼，啊做伙来参与吼，啊予咱这个。部落吼一旦活络起来，安尼啦哈。理事长表示，社区关怀基点的好，必须要亲身参加，而且厝内有需要的人才会当真正体会。真侪人为着长辈照顾伤脑筋，但是其实解决的方案就伫身边，因此伊决定要将安尼代志尽可能扩展到社区每一个角落。咱这个首先要感谢咱理事长吼，啊，伊推广真正好诶，即活动吼。啊，互阮这比较较远一出来，咱这较有年岁，诶，这年岁这老大人吼，有法当来到咱较近安尼啦吼，这非常好诶，这活动安尼吼，啊，咱这宫吼啊，历史也足久啊，啊，在十外年前再来搁再重建安尼吼，啊，有咱这个雕花城，甲咱这个啥物迄落这周先生吼，啊来推广来迄落建议讲要重建吼，啊。到即摆重建后，才有一个委员会安尼哦，才较会当安尼推广活动安尼。啊，我嘛希望讲，咱大家哦，若有对遮过来，甲阿伯来请安一下，问候一下，阿伯做灵声安尼。今仔日下乡办理的体适能课程，老师表示，为着让长辈会当达到适应，今仔日的动作拢是属于暖心类，嘛期待厝内时势会当伫长辈等伊厝了后，鼓励因继续运动，安尼才会当达到效果。今天的运动是针对就是老年人，有时候他们可能行动，可能比较不方便，但是椅子是他们日常生活中都会需要的东西，所以就是等于说就是让他们养成运动，然后在家里看电视之余，他们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面，可以让自己活动，然后其实也鼓励他们可以多外出，因为可以交朋友，然后脑子也可以灵活运用，然后养成运动习惯，然后这样才比较好维持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生活本能这样子。对，也希望老人家就是回到家里呢啊，如果家里有小孩子啊，然后小孩子们那就是也可以陪着长辈这样子一起运动，然后边看电视边聊天，他们可能相对的他们就会比较就是会比较有兴趣的往下，不会觉得说啊就只有一个人在运动而已太无聊。对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蛮好的，是我觉得说就是可以让老年人都是多外出走动，相对的他们也会对运动会觉得很有趣，因为在过程中可以聊天，可以交朋友，对，这样对他们的生活上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。社区发展协会设置的主要目的，除了发展地方经济以外，更加重要的是照顾社区内需要互关怀的长辈，但是因为距离的关系，并不是每一位长者拢会当随时前往活动中心参与课程。咱的社区希望借由安尼计划，将照顾拓展到每一个角落，予大家拢会当受惠。新中华新闻里面，从何必彩虹报道。